Luxgen 7 SUV 在开发初期就与全球知名机构奥地利 Magna、英国 ProDrive 进行合作。其中 Magna 和 ProDrive 团队共同在欧洲与台湾进行 SU 底盘开发与调教，与 Luxgen 工程团队根据本地路况，针对悬吊设定进行精细的调教，创造优异的行路质感。Luxgen 7 SUV 先进的底盘设计，透过强化的前麦花臣悬吊、后悬 LB 扭力复合式设计、智慧型避震器缓冲垫、高感度避震器与先进的智慧三模式 4WD 系统，这五大设计诉求，让 Luxgen 7 SUV 在对应各种路况和动态操控下，均拥有安全稳定与高质感的行路品质。Luxgen 7 SUV 先进的智慧三模式 4WD 系统，具备 2WD、Auto、Lock 三种行驶模式。驾驶者可依据行驶路况条件，切换当下最适合的驱动模式。与一般道路或高速道路行驶时，可切换至 2WD 模式。此时动力100%由前轮输出，达到经济省油的效果。当于山路弯道或湿滑路面时，切换至 Auto 模式， ECU 会自动监测行驶动态，并主动分配最适切的前后轮动力输出，提供优异循迹性。当于泥泞地或是起步打滑时，切换至 Lock 模式， ECU 会强制分配更多的扭力输出到后轮，前后轮扭力分配百分比最大可达50:50，提供四轮最佳的牵引力。Luxgen